车舒服啊，好宽敞。对，现在这个车，照以前车能好一点。咱这车多少米啊？18米总长。哦，18米。哎呦，这真是第一次坐这个。你们肯定这感觉还是很帅，我坐在这很高，整个视野都完全不一样，太有气势了这个。这您开多少年了？我开20多年了。20多年了。我都50岁了。50，哎呀，20多岁开始开了。对。您开过最远的是到哪儿？我最远就去过海南。哦，那也不能再远了，还想开到哪儿去？新疆、西藏那边没去过去，啊，都没去过。开到海南得开多少天？4白天3晚的就到了。也累呀？那能不累？两个人。这真累。翻班跑，那时候拉水果。啊。跑了几趟。他们跑哪儿去了？啊，他比咱们快那么多，看不见了。嗯，这前面有一个。啊，那个是，哦，那个不是。师傅，您怎么称呼来着？刚刚。赵宗奇。您是哪年的？我80的。80啊，那咱俩一代，我79的。哎呀，但是您可太年轻了。咱们属于同代人。对。我能跟您提个要求吗？您说。